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去年冬天呢，出过一期保湿实测，对比了理肤泉透明质酸、海蓝之谜和 CeraVe 保湿霜的保湿效果。最近呢，恰逢全美降温啊，空气变得非常干燥，不开加湿器的情况下，我家的室内湿度只有 25%， 皮肤呢也更容易干燥紧绷。借此机会呢，想再来实测三款质地相对轻薄的保湿产品，也都是市面上的热销选手，分别来自露得清、 Aveeno 和倩碧。质地非常的像，但测试结果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想跟大家分享三款我最近常用的温和保湿洁面产品，非常适合现在的季节。可能是因为评论区总有姐妹在夸我衣品还不错，所以我今天的服装呢是得到了 YPL 的赞助，它是一个新兴的澳洲运动品牌，他们家最热销的应该是那款瑜伽裤，很多明星都有穿过。我自己这次呢是挑选了两款更加适合秋冬外穿的衣服分享给大家。衣服的价格呢都不高，但是质量却非常的好。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卫衣。我自己平常有好多件卫衣啊，大部分都是这种表面有点粗糙、比较松垮的感觉，更加适合做运动的时候来穿。 YPL 这件呢材质更加硬挺，更适合做一些搭配，版型上是有点 oversize 的，但是不会很长。肩线这里呢，对于肩窄的妹子来说呢，也可以修饰头肩比。它后边没有帽子，里边搭配衬衣或者外边叠加外套也会更容易，不会显得脖子那里很局促。下边是有一个松紧收边的，搭配衬衣穿的时候可以把下摆收进来一点，显得更利落，也能露出衬衣的下摆，也会更好看。内里是不加绒的，不会特别厚，一年四季都能穿。我最最最喜欢的其实是它的颜色，真的没有在其他品牌里看到过，是这种浅灰色搭配银色针织，显得非常的干净清爽。你从不同角度看过来啊，针织部分还会有反光，乍一看呢平平无奇，但就是很显贵，很有质感。这件好像只要50多美金吧，能有这种质量和设计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赞。第二件呢是一个羽绒背心儿，名字特别酷啊，叫赤道编织羽绒背心儿。其他大部分羽绒背心儿都长这样，它呢很特别，我当时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件。它填充了90%的白鸭绒，拿到手呢其实是有点分量的，因为它采用了这种编织法，不像其他羽绒服有那种缝线，因为很多时候羽绒服跑绒都是从这个缝线里跑的。它这种编织法呢，既可以增加保暖性，又能保证不跑绒，外观上也更加时尚有个性。领子和拉链这儿呢做了一个呼应，白色的点缀也让黑色不那么沉闷。我开始以为它是镂空的，其实是有内衬，不用担心天冷的时候会漏风。衣服里边还附带了一个收纳袋，出门打包呢也可以帮你节省一些空间。这件呢很好搭配，也很保暖，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这件。YPL 官网呢目前有圣诞新年优惠，我会把这两件衣服的购买链接和折扣码放到信息栏里，被我种草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。美国目前是任意单免邮，30天之内免费退货，喜欢的姐妹呢可以放心入。下面进入今天的正题，按照顺序先来说洁面，分别来自 Aveeno 理肤泉和 Big Land。 这三款洁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一定的保湿力，主要的清洁成分也很温和。现在的洁面产品呢普遍会选择比较温和的表活，像SLS 这种强清洁力的表活啊，在产品里边已经很少能见到了。除了成分本身温和与否，添加量的大小也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清洁力。干皮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，还是要看一下成分。 Aveeno 这款啊是有10种成分，清洁成分含量最高的是椰油基葡糖苷，属于烷基糖苷类的表活，排在第二位，搭配了椰油酰谷氨酸钠这种氨基酸表活，它们俩都是非常温和，几乎没有什么刺激的。保湿成分呢主要使用了甘油，燕麦相关成分呢也是可以增强保湿修复功能的。这款洁面非常容易清洗干净，洗完以后呢脸上很舒服，完全不会有紧绷感。理肤泉这款啊一共有13种成分，清洁成分使用了可可甜菜碱这种温和的表活，而且排在倒数第四位，清洁力呢是今天这三款里面最低的。冲洗的时候会觉得不如其他两款好冲洗干净，洗完以后呢会觉得脸上留下一层保湿的膜，这一点对于干皮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。神经酰胺和烟酰胺的添加呢也让它非常适合敏感肌的朋友来用。 Big Land 这款呢是含有21种成分，主要的清洁成分呢是椰油酰谷氨酸钠这种温和的氨基酸表活，保湿成分呢有角鲨烷、尿素和透明质酸钠。甘草酸二甲可以起到抗炎舒敏的作用，多种植物提取物可以辅助抗氧化。最大的特点啊是添加了蒙脱石粉，
它是可以帮助吸收油分的。原本以为不适合干皮，实际使用下来呢，完全不会干，清洁力适中，很好冲洗，不会有残留，洗完以后脸上非常舒服，完全不会有紧绷感，比理肤泉的那款呢更加适合偏油的肌肤。混油皮、中性皮和轻度干燥皮首选 Aveeno 和 Big Lan， 特别干的皮肤或者是敏感肌首选理肤泉。下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保湿实测，一款保湿产品效果好坏不能只看擦了当下，如果只是追求短暂的皮肤含水量升高，那擦水是最好的，但水显然不是最好的保湿产品，我们应该要看擦完几个小时以后的效果，这样能更好的反映保湿产品的锁水力。先跟大家小小的声明一下，这个居家小试验呢存在非常多不严谨的地方，包括样本量、变量控制，也没有使用很复杂的统计学方法，检测呢也是使用了 Amazon 上买到的皮肤水分测试仪，在每个时间点每个部位测三次，取一个中间值，因此希望大家不要太较真，做个参考就好。第一天我把脸分了六个区域，左额头、右额头、左脸颊、右脸颊、左脖子、右脖子，早上洗脸后五分钟啊，先测出一个基准值，然后在左额头使用露得清，左脸呢使用 Aveeno， 左脖子使用水磁场，右侧呢作为对照什么都不擦，然后分别在擦后十分钟、四十分钟、两小时、四小时和七小时来测皮肤含水量。测试期间呢始终待在室内，因为额头、脸部、脖子皮肤本身就存在差异，因此看结果的时候还是更多关注左右侧的一个差异，不要过分执着于绝对值。从图表中看出，使用前左右皮肤含水量相当，左额头呢会稍微低一点点。擦完保湿产品当下使用 Aveeno 的左脸和使用了水磁场的左脖子，水分含量明显上升。让我意外的是，使用了露得清的左额头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担心是我没有擦到位，所以又用了一次。40分钟以后呢，左脸和左脖子依然保持了高的含水量，但是左额头依然没有太大的提升，跟右侧区别不大。随着时间过去呢，没有使用任何产品的右侧皮肤含水量出现了稍许下降，但仍然可以在七小时后维持在 33.6% 到 34.2% 之间，跟初始值的区别不大。使用了 Aveeno 的左脸和水磁场的左脖子，含水量也在下降，但始终高于右侧，直到七小时以后呢，仍然维持在 36% 以上，效果呢还不错。使用了露得清的左额头真的让我很意外，大概在两小时的时候呢就已经跟右侧持平，七小时后竟然比右侧还要低一点，不能排除测量的误差，但是纵观一整天的数值啊，露得清这款一直远远落后于另外两款，这个结果呢让我有点意外。为了排除额头和脸部皮肤差异的影响，第二天呢我就把 Aveeno 和露得清调换了位置，又测了一次，洗脸以后五分钟来测一个基准值，然后左额头使用 Aveeno， 左脸使用露得清，右侧作为对照什么都不擦，然后分别在擦后十分钟、四十分钟、两小时、四小时和七小时来测皮肤含水量，跟第一天的测试点是一致的。测试当天始终待在室内。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啊，使用前皮肤含水量左右脸是相当的，左右额头也是相当的，脸部比额头的含水量好像要略高一点。擦完当下使用 Aveeno 的左额和使用露得清的左脸，水分含量都有明显上升， Aveeno 的改善幅度似乎略高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没有用任何产品的右侧含水量缓慢下降，但仍然在七小时后维持在 34% 以上，使用了露得清的左脸和 Aveeno 的左额头始终高于右侧，直到七小时后呢，仍然维持在 35% 以上。第二天的测试中呢， Aveeno 和露得清的表现都不错。总结下来呢，这三款保湿产品啊都可以维持四小时以上的保湿力，都比不用要好，但七小时以后呢也会趋近于完全不用的这一侧。没有擦保湿产品的这一侧呢，七小时前后变化不大，始终维持在一个尚可接受的范围内。但露得清好像出了一个 bug，在额头上竟然毫无作用，脸上还是能看出效果的，整体上来看好像还是 Aveeno 更胜一筹。
我们再来结合它们的成分看一下，这三个产品最大的共同点啊，就是使用了水、甘油和聚二甲基硅氧烷。这三个成分呢，在三个产品里边都排在前四位以内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三个产品质地如此相似。再往下看呢，你会发现路德清和 Aveeno 的配方非常像，不同点在于 Aveeno 会添加燕麦相关成分增强修复功能，多种植物提取物辅助抗氧化，泛醇呢也可以增强保湿修复的功能。路德清呢使用了透明质酸钠来增强保湿。整体来看呢， Aveeno 跟路德清配方相似，但功能要更全面一点。从保湿力的检测结果来看呢， Aveeno 也会更好。水磁场的价格呢比这两个都高，属于稍微贵价一点的产品，它的成分会更多更复杂。首先使用了更多种类的保湿成分，还添加了维 C 维 E 以及多种植物提取物辅助抗氧化，真菌细菌裂解产物或者是提取物也可以增强保湿，还可以辅助抗老。咖啡因也是可以帮助抗氧化减轻水肿的。多肽成分啊，往往是这种贵价产品独有的，它里边添加的棕榈酰六肽是一种很好的抗老成分。整体上来看啊，水磁场的功能是这三款里面最全面的，除了保湿也很注重抗老。但有一点啊，就是它里边添加了一些色素，路德清那一款呢也是有添加了色素的版本，主要还是为了一个视觉上的美观。我个人使用下来倒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。综合来看啊，我个人还是最推荐 Aveeno， 保湿修复抗氧化都有一点，也不含香精色素。 Costco 两瓶装只要不到$30。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Costco 常见的几款保湿产品，其中 Aveeno 的那款保湿霜，无论是成分、肤感还是效果，都是我最喜欢的。加上这次的测试，让我对 Aveeno 这个品牌有了更多的好感。最后呢，总结一下这几款产品的特点，给大家一些参考。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，视频中出现的产品信息我会整理好放在信息栏，有任何问题和想法都欢迎留言区交流讨论，还有什么想看的产品测试也欢迎告诉我，我会慢慢的给大家分享。最后呢，麻烦大家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